Let's go. 好了，我们是 BOYSTORY。OK， 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。一听这回音啊，啊，卧底吗？他是？给我你大爸爸。Oh, give me a roar like a monster。江湖求你了，能不接吗？正式开始。You， 从检讨开始，意思说一下。这两天我没吃完呢。我有这东西。我知道了。每一轮开始之前都要闭口不言一下。他的任务是不能笑，他自己都说了。那你怕自己笑？不要笑啊！啊！认识。为什么？你让人家住着好吗？你们说的啥？他说的是家里还剩下的，我说我有这东西，然后我说今天掐了这个东西，但你们没有看见。这个东西它可以填饱肚子，就是多吃的话吃很多的。我们都说应该是吃的东西了，然后你说这个东西吃很多的话，你这是含糊啊！这个东西制作的方式非常的强硬，残忍哦。这个东西。你无敌大白板儿，那会儿谁的话儿？他就是他。哎呀，坐哪儿坐？就咱们那个黑色的小架子上面。哦，走了，走了，3、2、1，艺术品啊，不是，他什么？艺术品。哎，不是你是卧底吗？说了投我那个啥，任务成功。我知道了，有可能是你加我哥，我觉得有可能是你。你随便演我，真的随便演我，先从你这边随便演我，真的，你随便投我，真的。我上次说我很爱吃这个啊，有不同的味道，它属于肉类，就没人说过吧？没有。要不信的，我是真没人说可说。没有人说，你不用解释了。不是，你看加我哥的眼神。我是困的，我的眼睛睁得这么开。这个东西，我不认，昨天晚上还吃过。啊，你不认我？制作过程是需要把水分啊，水分出来。3、2、1，小可爱，是吧？赶紧失败游戏继续。抢我哥！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真是你，真不是你，我最输呀。第三轮的话，给大家一些提示，请大家分别说出第一眼看到那个词的感受。我觉得他那个腿能踢死我。妹儿，他的牛奶很好喝。第一眼看上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就瞬间饿了，口水分泌。3、2、1，投票。狗明瑞，那肯定是啊。狗明瑞，让我哥，让我哥，平票了，平票了，肯定是。他那个脚能踢死你，你说的是马脚吧？请狗明瑞和贾宝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词。可以，就是放羊的。看吧，人家修剪刀布嘛。知道剪刀布。狗明瑞，那我出局，继续。啊！赶紧失败游戏继续。他不是我。啊！认输呀！残忍。不是，那我都说了，我都跟他确认完身份了。OK， 投我也行，就快点，很快点。你不要听他说话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要听他说话。嘴已经在抽抽了，求你了。不要听他说话，你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先打打，别打打，手有点长，你慢点，你有点好。好吧，老爸，我手有点长，怎么办？快，你已经失去投票资格了。我就说嘛，灵魂。灵魂，投灵魂。是灵魂。哎呀，哎，菊花有变种，你们都一个一个。真的是他！哎呀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哎呀，3、2、1，投给孙宇了。哥，投他呀！孙宇，怎么又是他？你哇，残忍！相信我，投灵魂，相信我，怪你他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来吧，这个东西，哎呀，棕色的。啊，对，小猪儿。牛肉味的。腮帮子疼。下一个。
色的，好，不是，突然想到。喂喂，这个人吃大非常合适。好，行行行，那你就来。来，鸡胸肉是吧？绿色的投票开始。下午哥，已经投完了。本轮游戏结束，我胜。别说了吧。你说了，你什么时候说话了？不是。然后我在这，哇，太牛了！哎，然后我回你手里了。然后他当时就开始讲我愿意做，他才是卧底。你输了的，他是卧底的卧底。啊，出来加五分。我操，卧底加五分。卧底胜出加五分，下一轮。我就问你，让我先来。我来，我到底怎么了？好，下一位。哎，别说我了。好，下一位。这个老师。终于从终点了，一条腿，它的生命，它是个会飞的生物，那么丑，它不是同一种颜色，它头上带着黄，这是我的，它是我的，它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它是我的，来，第一轮检举开始投票，他说他有不同，哎呀，我又笑了，走开，投我，投我，我先，投我。投我！不要走，来完成任务。你们相信我，投我！残忍！他已经说完成任务，他已经说了才残忍，我是憋笑。第六遍，可以睡了，别结束了。坚持失败，继续。继续，时间倒流，技能不用。哎，那我们挑谁呢？好累啊！我发过跟他的合照。哎呀，他会放在客厅。你说这么明显，这卧底不就知道是？不是从哪儿开始是特别明显的，然后让卧底会说出来。下一位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啊啊！他是个鹦鹉。他有个鸡啊。好，我们三二一投票。啥？魅力，魅力。不会连续两码都是我吧？我要滚！你投我吧，真的，我会赶紧结束的。来，我们投票吧。投我吧，真的投我。投我！这么真的投我？投我吧，投我！先投我，投我，投我！真投我吧！投我哪儿？放过我！你不是在这投他就完事了？放过我吧！真的。三二一。耶！小舒阳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后脑勺。好，检举失败，游戏继续。检举成功。小燕子，小蚂蚁，你们第一轮就是这么明显，我都忍不住想笑。我都知道是瓜总了，我小燕子了，我都是不是让你们投我了？四轮检举成功，输掉了其他五人各加二分，最后一轮。投完了，我按球。你不要忘，你们不要忘，你们还有一个隐藏的。我做完了，做不完了，我已经做。你干嘛？那我先来吗？有芝麻，圆形的。
盒子是方的。最喜欢的不是这个东西本身，我喜欢它的是它的配件。小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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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小可爱吧。严女士，再来继续。先从这下开始。还有三家很火的，我喜欢。咱们距离最近一次采访那天吃的汉堡超级好吃。今儿来个吃的。你第一轮说的就是这个，哎呀，今儿吃了，今儿吃了。那我们看明天是不是？我现在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，哎呀，这手工的，你想吃？然后我们投票，三二一，艺术品，艺术品，你知道不是？不是艺术品就是，不是真瑞，狗瑞，狗瑞要笑到最后了，他们憋不住了。狗瑞，那我先走，走走走。不是，雕像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真不是我。选举失败啊！选举失败，游戏继续。我很讨厌吃今天中午里面那个桑毛。嗯，你啊，发言吧。那我就真的。还有白，上面撒着白芝麻、黑芝麻，然后它就是汉堡，麦当劳、肯德基、德克士。那我们投吧。三二一，他。啊！小狗哥，只要我跟你说个让我特别伤心的话，我说了我讨厌吃里边的酸黄瓜，今天中午给扔了呀。酸黄瓜，酸黄瓜是什么东西？小伟不要急则一语。他跟我说了，他如果骗我的话，他死。他就知道了，他就知道了。上面那句话，他不知道吗？艺术品，艺术品，艺术品。不能看着我。不是你们听我说，他不会要薯条吧？不是，这是在怂恿他要薯条吧？哎，他都已经死了。哇，于天宇，他都已经死了。投完了，投完了。选举，选举，失败吗？成功。看你输了。让别人夸他聪明，我刚夸完。OK， 我是十指相扣，抓着别人手十秒，然后我当时一直抓着你，投他，投他，骗我，你还记得吗？哇，天哪，你怕你会玩啊？奇怪，下一个，那我难道说投你自己吗？我这个很平，我这个很那个什么，这个吧，不是男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拍不了，其实情有可原的，毕竟那个，哎，不能聊，都是惊人的帅气，来观看你的任务。十秒，十分钟，不能说话，不能笑，你逗我呢？别人说人生充满谎言，他不叫人生，就是人生充满谎言。不是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哟？他刚刚可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不是他没有任务吧？适可而止吧。对，适可而止。那别人跟他说适可而止吧。有人说吗？有，你可以说。哎呀！哇，你怎么平常不说成语，如今还在跟我作为交换？那你就是他说，说吧，下回绝对不能让你子豪跟于德宇说。他也太傻了，上一回玩游戏不要再太傻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他作为交换，他就上前面撒娇十秒，让我先选吧，让我先选吧。就是让拉一位成员到镜头前撒娇三十秒。让谁？他说他撒娇十秒，两千几点吧？我是跳王子，不是他这个好点的，我的最难。现在是不是我第一？完成任务的人加十分，没有完成任务不加分，然后我们再统计一下分数。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成绩啊！是不是除了孙杨，其他人都是？我们人间小可爱啊是16分，下凡的仙子是16分。然后老曹都是惊人的帅气是11分，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就是16分，行走的雕像是2位数，然后无限魅力也是2位数，评分18分。这边他们也有机会，我来吧。啊，所有人呀，还有加时赛吗？你们俩评分呀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们俩的，先第二个啊，就是顺时针来吧，顺时针，顺时。它是一个吃的，小时候啊，用这个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掉牙。它对身体健康其实挺有好处的，因为它是所有就是这类食品中就是健康的。是为什么？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吃它。这个放一会儿，颜色会变，我是慢。酸酸的。啊，酸酸的。知道了，来。
三二一，这个后脑勺。美丽。新苹果。酸酸的，酸酸的。绿苹果还是青苹果？抽吧。不是苹果。橘子，橘子，你的大脑欺骗了你。你什么？这橘子不是甜的吗？来吧，那狗妹已经赢了，狗妹选黄金。经过狗狗的深思熟虑，我刚刚之后想了很多。嗯，我在想怎么样分房间会分得更好。有答案吗？因为齐哥之前一直跟我说，他特别跟我说，他说不是跟我一屋，跟我一屋，这是我 roommate。哦，然后贾宝哥和龙哥。一起住了几年？四年了吧？是有最少十年了。你们还想一起住吗？想，不想？你想吗？我想。啊，那不让你们一起住了。让我想想，你们谁分房间会分得比较有意思？那就让师长跟师傅住。你们四个一个人大屋，你一个小屋，我一个小屋。叫什么领导？那你俩是啊？哎，不对啊，咱俩不是一屋的。对呀。看你俩这就不行了，你跟齐哥约定怎么可能大行情了，不是信守承诺吗？贾宝哥和龙哥住了三年，那泽宇哥和舒耀也住了三年，我已经没办法再忍受他的。那你就跟贾宝哥一屋，来就上去那儿。好，不会这么有默契。哇，然后就你们俩了。好，来来，和天籁。哇，天和籁。怎么牵不到一块儿？怎么牵不到一块儿？好，这个你打他干嘛？就是啊。大家都满意吗？这个分房特别满意。满意，打个分的好。我满意了。好，既然我是气氛最高的，这个屋我说了算，所以我要小的。小的它容易布置啊。不要说。就是你放一个大点的床。不要说，大哥有格局。那你跟别人一屋去吧。我那就给两个人大的，谢谢。装的，那还是我们洗个大的吧。然后。贾宝哥是最小的，然后不是你看齐哥贾宝哥又不行了，他大房间他就不行了。狗哥，给我们个大房间吧。不是，你看，我觉得，哎，都算你求情。我觉得贾宝哥这个需要。狗哥，给我们大房间吧。这都有两米了，不给他最大房间睡下。就是，我怕我变个身，我把房顶给砸了。哈哈哈。这里都需要个人空间，所以就不用大了。谢谢。剩下两个屋都差不多大，你们就大点吧。然后我们小点，大气，广告大气，狗哥格局打开。OK， 我先说啊，我有120块钱，然后我是点了一个水煮牛肉，点了一个毛血旺，剩下点了饮料，谢谢。我是100块钱，我点了个水煮鱼和一个可乐。我是第三个点的，然后80块钱，我点了一个鸽子汤，然后还有什么来着？一个锅包肉，是一个回锅肉，一个什么？你点这么多？我60块钱，我点了个这个，然后点了个这个，南瓜饼，然后还有电饭锅。40，我点了2个饮料。我是最少的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我是20，点了6个馒头，然后点了一瓶雪碧。来，我们一人吃馒头吧。哇，咱们真有默契！你看这么多菜，都没一个重复的。确实啊。真牛啊！太牛了。你不吃馒头吗？有馒头。就不写给你。你龙哥，你干饭时间到了，还真的没重复了。这是谁点的？我老，我还以为是龙哥点的。这是我们新家第一顿饭，那咱们开始吃，已经开始吃。不是，你不觉得很丰盛吗？来，干杯！来，祝我们波波新家大发！是吧？是吧？这边就波波大发，新家大发，波波大发。祝我们新家开房大业！